香，让爱扬起帆，心就难起航。追寻你的让爱扬起帆，有下午就没有，就是没有砍一甲草啊，所以我要去甘蔗园里面要割很多草回来，好，所以等是让我就会预先来做规划一样。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工作啊，我才能从一个青海学生变成一个国际学生，我因此看见了希望，看见了世界，还有看见我自己的未来。所以我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永远嫌自己做不够多，永远嫌自己做不够好的领导者，一定可以带给高雄们，全体高雄们。因为他其实很多的内容都跟我们的老师有教的，就是有相关性的上面的那个衔接啊，所以我觉得今天那个恒力银行他讲的还蛮不错啊。大致上就是努力吧，因为毕竟县长他从小就是艰辛的活过，这样子过来，而且我也是燕巢人，跟他算是同乡的，所以他的那些所作所为我会努力的效仿。县长他的演讲里面，你会觉得说哪个部分可以让你在做求职准备的时候来做参考？在县长的今天的演讲部分，那我是觉得他讲了很多他人生的经历跟历练，那我觉得就是一般可能我们在大型的演讲会听不到的，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。那我觉得像他说他的家境，甚至是他的生活跟求学过程，对我有很大的启发。很多人也许认为我们是私立科技大学的学生，也许我们出来竞争力不会比其他国立大学的学生更好，可是我觉得县长给我们希望，让我觉得今天好像还蛮正面的。